奥黛丽·杜朵、玛丽·永科蒂亚、伊莎贝尔·雨贝，这些女性在任何年龄都是那么的美丽优雅，所以她们是掌握着终极美丽的秘诀吗？不是的，她们只是遵循着一些你也可以遵循的简易美容指南。拒绝修容。如今修容风靡世界，但法国女孩不在意，她们会毫不掩饰地展现脸部自然特征，而不是隐藏或画一幅新面孔。也许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哦，脸颊上来两下提亮造型的轮廓刷不算。拥抱不完美，仔细看看法国女人的风格，看起来毫不费劲，甚至有点凌乱，对吧？她们不搞太多造型，往往选择不流行的古着配饰，也不会选择太显眼的服装，这正是你移不开目光的原因。他们并不关心要将他们正确搭配，而是保持自然随意，并且有一个小秘密，完美等于无聊。选择红唇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迅速升级造型的方法，请从法国女人身上取经吧，涂上你最喜爱的红色唇膏。没有这个宝贝搞不定的场合，巴黎女性对此了如指掌。无论是穿着优雅帽子和柔美的连衣裙，还是纯白色 T 加破洞牛仔裤，红色唇膏都会让你看起来充满女人味，时尚而光彩照人。极简美甲。出于某种原因，被称为法式美甲的疯狂彩色指甲，对于法国女人来说太多了。她们喜欢保持自然，还记得吗？因此，任何花费太多时间或金钱的事情都不可取。大多数的法国女性都喜欢保持短指甲，美甲的时间使用无色指甲油，或者干脆不用指甲油。顺便说一句，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修脚指甲。停止伤法。所有什么吹风机、离子夹都会破坏头发的结构，法国女人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她们选择昂贵的护发产品，这里一点滋养发膜，那里一点精油，使用天然材料制成的漂亮发刷，即便没有任何造型，头发也已经很美了。法国女人有一个发型技巧，她们洗完头后会让它自然干燥，然后在第二天头发非常光滑时来做造型。提升睡眠质量。信不信由你，睡觉用的枕头会影响你的皮肤和头发。如果你希望这种影响是积极的，跟上法国女人的脚步，给自己买一个丝质枕头。因为完全低过敏性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在夜间保持天然水分。此外，睡在丝质枕头上还可以减少皱纹，让皮肤光滑，头发也会受益。丝的天然特性可以阻止头发摩擦，告别分叉。减轻化妆包。大多数女性的化妆包都是乱七八糟的，数不清的口红、修容棒、高光粉饼和眼影盒，而法国女人只带必需品，当然轻盈的粉底和散粉必不可少，它们可以让肤色均匀。但法国女人不会每小时补妆，她们更喜欢让自然的肤色透出来。法式眼妆的意思是，就是一层薄薄的睫毛膏，但晚上总可以轻松加一个烟熏眼影。最后还有两支口红，一支自然色用于裸妆素颜，另一支红色准备狂野夜生活。正确使用香水。可可·香奈儿曾说，女人应该把香水擦在想被亲吻的地方。法国女人遵循着这个简单的信条，当然她们永远不会忘记脖子和手腕，但她们更知道如何发挥创造力。例如，你可以看到法国女人在枕头上或行李箱中喷洒一点她最喜欢的香水，以确保长途旅行后衣服清香。此外，他们很少更换香水，他们选择喜欢的气味，然后变成自己的标志气味。奢华礼法。法国女人遵循一个简单原则，可以穿十美元的衣服不露破绽，但一个廉价发型可以瞬间出卖你。他们大都愿意为一个好发型师掏腰包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对吧？此外，一个技术好的发型师会给你一个无需任何特别修饰的发型，除非是准备特殊场合。想象一下，你会节省多少时间？简单护肤步骤。
法国女人会大量花钱的还有护肤品，少即是多是他们的座右铭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一支好的洗面乳、防晒乳和保湿乳液。他们还喜欢在脸部、身体和头发上使用精油，但他们的床头柜上绝对不会出现去皮产品。相反的，他们睡前会使用不同种类的面膜，让皮肤从漫长的一天中得到休息和修复。美容按摩，定期面部按摩可以彻底改变皮肤，你根本不需要去那些昂贵的美容院，这正是法国女人所做的。使用保湿乳液，早晚都应该使用。他们会轻轻用手掌根部沿下颚线向上，朝向耳朵方向按压，然后再用指尖从脸颊的苹果肌到你的太阳穴，最后从眉毛到发际线画一条线结束按摩。自然的眉毛，很难找到一个画着不自然的粗黑眉毛的法国女人，花半个小时画眉不是他们的风格，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保养眉毛上，让眉毛本身更健康大而浓密。几滴精油，常规自制面膜，坚持耐心，然后眉毛变得超完美。所以法国女人的眉毛只需使用定型凝胶。忘掉结石，法国女人对流行的结石有自己的看法。当然，减掉几磅体重是很酷，但是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会使人的身体变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毫无节制。他们拥有着美丽身材的秘诀就是少吃。想要一块巧克力棒吗？好，但不要太多。身体渴望汉堡吗？买，但不要太疯狂。根据法国的饮食理念，你基本上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，只要吃饱以后立即停下来就可以了。法国女人唯一严格限制的是减少糖分，以保持皮肤的健康。试试冷水澡，想让皮肤清爽年轻吗？法国女人对此自有答案。冷水澡，首先你需要泡个热水澡，然后点一些香氛蜡烛，放松享受。但之后就是冷水澡的时候了。这个组合会刺激血液循环，保持皮肤色调，立即解决身体的问题区域。洗完别忘了用保湿乳液。自信最重要。法国女人不会热衷外科整形，所以巴黎街头很少出现装着假鼻子、颧骨或嘴唇的女性。他们接受自己的瑕疵和一切，让他们独特的外观光彩照人，这是他们神秘魅力和吸引力的法宝呢。毕竟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的美丽，谁会呢？不要试图遵循愚蠢和不切实际的美丽标准，创建自己的标准吧。你有自己的美丽秘诀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区中告诉我。不要忘记给这个影片一个赞，你的朋友分享，点击订阅，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哦。